诊人潮挤满诊所，全家抱病号都是因为腹泻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全台上周腹泻门急诊就诊人次将近14万人，比起前一周增加15.7%。而近一个月来，腹泻群聚通报数203起，病原体检出阳性56件，当中诺罗病毒占了80%。带源者呕吐所飘散出来的飞沫呢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染力。即便我们进去了，只要前面一个呢，它是诺罗病毒的带源者，它里面有呕吐过，那我们进去就算不碰任何东西，都还是有可能会被传染到。烧、吐、拉是常见症状，就算症状停止48个小时内，都还有传染力。除此之外，疾管署公布三大群聚案检出结果：王品集团餐厅出瓦向辣，2名用餐者、2名员工，甚至1名厨工。藏寿司3名用餐者，还有北市士林区西山里3人，都检出诺罗病毒。餐饮旅宿业首当其冲。它是经过那个粪口传染，也就是说是吃进去的。那诺罗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，它要不怕酒精，一般来讲环境上消毒我们可以用漂白水，但是个人消毒我们没有办法用漂白水，只能说用肥皂洗手。一人中标恐怕全家遭殃，病毒无所不在，防不胜防，勤洗手多消毒才是上策。环宇新闻李博安、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